syncope， 切分音。Come fare una figura ritmica？ 怎样用弓子演奏节奏音型 ？Beh, è fattibile。对，很容易。Come da calcoli precedenti， 就像前面几章说的，演奏八分音符的时候，我们要把琴弓分成均等的四部分。切分音是节奏音型，是一个八分音符加一个四分音符，再加一个八分音符。我们从头算起，我们有一个八分音符，一个四分音符，外加一个八分音符，所以有两个八分音符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一共要演奏四个八分音符，先把第一个音和后面两个分开，中间演奏一个长音，之后接一个短音。